我今天买了什么，我跟大家看，我今天买的这个高级魔法娃娃抽卡包跟高级变身抽卡包，我买了这个，因为我冥玉币多嘛，我就抽卡啊，这个东西我技能几乎满了，我用不到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进行抽卡环节，抽卡环节。好，今天欧布欧丁丁听说刚才很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是丁丁。好，来，这个如果能中死亡骑士，我就会觉得，我就会相信这包真的会中死亡骑士。哦，至少让我中一次嘛，我才能告诉大家这包没有问题啊。对不对？你都给我中白色的东西，要下祭品。这个我对他不起不待。我的重头戏是后面的彩虹卡，这个真的还好啦。这个真的，这个要中的几率真的是哦。这个如果能中红，我真的是上辈子烧什么好香啊！我干妈的，还真的黑暗妖精，瞬间就要抽完嘞。我们抽超快，来，我们重点彩虹卡要来了，给你啦！来，先抽娃娃，自信之抽啦！今天我来抽红卡，这一包里面我相信有红卡，一张红卡抽不够呀，今天至少中三张，今天应该哦有机会。Nope， 干，四只火焰高龙，三小。干八的五只熔岩高轮，有推新的副本，高轮副本也不至于要给我五只熔岩高轮吧？气死我了！哦，这左上角在招有机会，很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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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求什么，至少比丁丁好就好了。干，不要啊，子升！啊，目标降低标准，比丁丁好就可以了。比丁丁好就可以了，靠北又容易高了，比丁丁好就可以了。哎呀，魔！哦，这包只有一张绿，机会很高，机会很高会中绿。爷爷中子了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好，麦当劳好吃 ，nice。好，这是我的能量大用完了，我们换一首歌。干，今天一红啦，应该比丁丁好了。好，最后一包。好啦，给点尊重好不好？干的，我现在搜寻这个触电，竟然这首歌已经可以被我搜到了，怎么回事？两万人听。触电的那种感觉，你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数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爱的火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可是我害怕，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。干烂歌。爱的火力转圈圈。闭嘴。没有用的东西，可我这么相信你，辜负我对他的信任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气死我了。来，合成啦，来哦，蓝卡闪起来，蓝卡闪起来，来，拜托了，蓝卡好不好？闪电一个，两个，三个出来，干，不会觉得只有两个闪电吧？哦，三个很好，十中三还不错，十中三还不错，蓝卡来了，好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自信合成啦！直接合红，直接合红，准备把这张红卡打开，已经是红卡了，各位观众，自信之巅，爽，快啦，红卡闪电 ，no， 不会保底，我绝对不要保底，绝对不要保底，绝对会保底的打一，不会保底打零。没有人对我有信心，没有人，应该有吧？保底打零，还是有了很多很多观众对我有信心，我看到了、啊，源源不绝的信心啊，源源不绝的自信哦，来，马上为各位揭晓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的我不至于沦落到保底这个地步，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。刚才没中红，起码这张会中。来了，自信之点，准备炸裂，一 K， 闪电，拜托，求你了。
耶，好卡！哇哦！哇哦！干你幻想眼魔，为什么不是阿鲁巴？操！烂歌！天哪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阿鲁巴红干？好，没关系，还有变身吧，还有变身。好，我们还有变身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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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哦，就小意思嘛。哦，你们真的觉得说我不行了是不是？还有变身啊，变身才是重点。你搞什么东西？你们搞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什么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人生嘛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红卡等一下中就好了。然后这个什么不是很重要，不是很重要的东西，真的不重要。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红卡。我们要的是纸片啦，我们这纸娃不是很有兴趣哦，不是很有兴趣。来一个闪电啊，各位观众，一个闪电，来一个闪电，来准备第二个闪电跟第三个闪电，闪电又来喽，劈下来，打死你们这些坏人！一个闪电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哦，只有一个，没关系，再来一个，嘿嘿嘿嘿嘿，闪电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打我身上，闪电，一个蓝色，好来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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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来了啦！这次没有保底了，这次没有保底了，这次没有保底了哦，这次真的没有保底了，好不好？这次就是稳扎稳打，这次就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还是这首啦，各位观众。知心何曾？你的保底，我的着方便，阮的爱情好一个你。永远永远不可能保底，今天至少会有一张红遍，各位观众，这两张会有一张啦。自信可称，红卡出来，无我就散游戏，亲像飞龙飞秋天。干你老师！手牵手，心到底。我无爱保底，亲像飞龙飞秋天。自信何曾？干你老师嘞！不可能，不可能保底哦。不可能保底，干我还多换一支队，我多换一支，天哪、啊、，no！ 为什么这样？这支就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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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保底，拜托，这支就红，这支就红，这支就红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保底，飞秋天。不要保底，心到底，唔通阁保底，我即届丢红边，自信之点，开，讲啦，好人你唔惊出事个。只该搁保底，亲像飞龙飞秋天，看你俩。先点个武器好了，武器加八很难吗？武器加八感觉就 easy easy 的哦。大家都说武器很难点，我点随便点个加八给大家看啊。哦啊哦！不要！啊！啊！野猪骑士来喽！开心哦！哦，哎，佳琪，加班，
来喽！过关，耶！没有很难吗？还以为很难，还好啊。我觉得就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不喜欢，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呵呵。